阿里研究院日前联合阿里 A Pass 黑卡俱乐部发布了互联网高端消费橙皮书，该报告是中国首份高端网购消费的调查报告。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将达1.6万亿美元，超过2014年澳大利亚全年 GDP，这将为中国贡献约0.9万亿美元，占比42%的消费增量。其中，高达90%的增量将来自于移动端市场。A Pass 的群体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消费金额超过了300亿，服饰肯定是最大的一个品类，包括女性特别钟爱的化妆品啊类似的品类。橙皮书预计，未来高端网购人群有1/3来自北上广深，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十座中心城市，也是高端网购人群聚集的主要区域。此外，男女性别在消费能力上表现几乎没有差别。在互联网上，高端消费与线下有很多不同。首先，我们从消费主体来看，80年代、90年代很多这种新生的消费人群成为高端消费的主力军或未来的胜利军。高端消费的崛起也带热了跨境电商。在奢侈品领域，国人线上高端消费的能量已经吸引了不少的资本的目光。这个市场应该是几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非常具有潜力的。而中国现在可能在做这一块，更多的还是做存量市场的生意。我们应该去引领这个消费往前面去跑，这才符合我们中国现在提倡的消费升级的一个观念。